欢迎继续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鹿谷乡文昌国小附设的幼儿园，特别伫咧暑假的这段时间，甲台中朝阳科技大学幼儿教育的学生来配合，分伫咧学校举办为期三礼拜的野队活动。这摆特别教着幼儿园的小朋友，运用着科学原理来做天真的柠檬汽水，嘛个小朋友大家是算甲真欢喜哦。小朋友那讲那省，听到老师的指导，制作出拎起来神神滴滴的天然柠檬汽水。这是鹿谷乡文昌国小附设幼儿园，特别伫暑假期间，家来自台中的科技大学学生配合，欢迎那个校内替幼儿园的小朋友举办为期三礼拜、丰富多元的野队活动。我们这次我们文昌附幼呢，结合那个朝阳科技大学的师培生，配合三个礼拜的营队活动。他们有一些那个科学实验的活动，他们有做传声筒，然后还有自己做的棒棒糖。那今天呢，还有自己动手做那个好喝的汽水。做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的话的收获是什么？就是来到偏乡，就是觉得其实都市和偏乡小孩就是有一点点差别。对，就是还蛮，就是很可爱，也能提升自己对教案书写的一些帮助。对，因为对小朋友来讲，较无机会知影汽水是要安怎制作，因此带队老师就特别设计课程，让小朋友利用柠檬、糖水、盐等食材，来家己动手制作出天然的柠檬汽水。然后就是我们设计的是以酸跟小苏打碱，然后融合，就是会发泡。那因为现在天气就是也是夏天暑假，所以我们想说，这边的小朋友其实汽水有可能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怎么制造的，所以我们就想说用科学这周可以就是让他们亲自实验看看，然后自己做汽水，然后自己喝，然后小朋友也应该会比较有成就感。透过举办野队活动，不但好带学生来实际设计课程，指导好玩，买到好小朋友会当伫暑假期间学习到趣味佮好耍的多元课程。记者刘璇，差不多。